其实就是药炖的味道，对不对？你会有个想象，会有想象，你不能想有蛇。等一下，我喝得很胆战心惊哎。可以啊。很恐怖哎。欢迎收看《一只阿元》，别忘记帮我按个赞，还有订阅频道哦。阿妞，收看频道。现在在台湾，我们今天呢要拍的这一支影片呢很特别，在台湾我从来都没有体验过的一些东西或者是一些食物，想说今天呢邀请大家呢陪我一起度过今天。然后呢这一次特别的是，给大家看看我身上，这就是我日常出外景的时候呢会有的样子，就是后背包，然后呢有时候会多背一个小包。那这两个包呢都是我粉丝跟 Robin Man 联名的包包，在十月份的时候呢会正式的上架，给大家看一下我的后背包。我自己个人超级喜欢就是后背包，因为我觉得非常的方便，这个包包真的超级好背，也非常的耐装，可以装很多东西。然后再来呢就是这个小包，小包的部分呢是负责要装可能我的手机啊、行动电源之类的，所以呢这个就是我基本的配备。那我在影片的后面会跟大家分享我这一次联名包呢的颜色，还有联名包的款式跟一些功能。然后呢我这一次会拍这一支影片呢，是因为我前阵子在 FB 上面就看到了一段话，我觉得非常的有感，这句话送给你们。它内容是，你只是来体验生命的，你什么都拥有不了，也什么都留不住，所以不需要证明什么，更没有什么是一定要实现的，你能做的就是不断的尝试、收获、感受，然后放下。这一段话我觉得非常的有智慧，然后刚那一段话呢就想要送给大家。那我们的废话不多说，现在呢直接去出发第一个地方。这一条呢是传说中中和的缅甸街，然后它这边有非常多缅甸菜啊、云南菜，我挑了一家我觉得看起来评分数蛮高，然后感觉也非常好吃的一间店，就在我的正对面，绿色的这个招牌李源清真小吃。好，那个巴巴斯咖喱鸡肉，要印度奶茶，交给老板去点餐。印度烤饼奶油，对，奶油是甜的，然后这个咸的豌豆奶茶，哎，姜，来，等一下，蛮淡的，很淡，然后没什么奶味，对不对？茶味也很淡，就是都偏淡，都蛮淡的，可是我觉得蛮好喝的，因为它不会太甜。豌豆，一整片长这样，后面是，我们叫。不是，它旁边周围这边是非常酥脆的。哦，开一块带，就把它包进去。哎，你很厉害，我要加一点吧。如何？其实味道没有很重，主要还是烤饼的味道。它那个豌豆蛮好吃的，咸咸的泥，豆泥，不错，我吃的。但我觉得它的后劲有一种印度感，有一种。没有什么奇怪的味道，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好吃哎，中间有奶油。你刚看一下，是长这样。好脆哦。它还有另外加糖。甜的也蛮好吃的，就甜饼。味道觉得很腻。对。烤饼味道很重之外又很脆。你每次去炒餐店叫阿姨帮你烤酥酥脆脆的的时候，不一定会烤得酥脆，但这个超酥脆。咖喱鸡肉巴巴斯，完全字面上完全不知道是什么东西。面哎，然后旁边有肉，鸡肉，还蛮香的。你有闻到味道吗？没有，我现在整个嘴巴都是烤饼的味道。很像那种东南亚米线的感觉。咖喱耶，很像妈妈煮的咖喱，鸡肉也是蛮嫩的。总之我推这个，老板推烤饼 number one。好啦，那我们就继续吃，我们等下就去第二间。第一间吃完了，很好吃哎。我觉得除了巴巴斯，我比较没有那么喜欢之外，剩下的我都觉得超级好吃。第二个要去的地方也很特别，我每次呢经过路过，从来都没有进去过。古装越南专业美甲店，不看还好，一看发现。哇，他这一整条街有三间他的店哎！对，我跟你讲，因为我在亚东，对，每天骑摩托车经过，就逛逛这家店，就是紫色的，第一间，后面一间，我正后方这边一间，就是这个紫色招牌。老板，我帮你油压啦，油压只压一小时。我想要那个脚趾甲。好，那
我脚皮不会很干净，而且我从来没摸过脚皮，所以我可能脚皮很厚。哎，要按身体，他按。我要门这个，我门内不好谁啊？我脚。紧张啊？没关系，姐姐漂亮。拜拜。给大家看一下周围，位置蛮多的。姐姐，那我问你，那个光疗的那个颜色是我可以自己选吗？你要半色是不是？不然你可以推荐我。它有两个颜色，不用价钱。哦，那你可以推荐我吗？你帮我选，我都可以。那你喜欢正颜色还是淡的？两个这个可以吗？可以啊，可以。可以，没关系、就是交给你。我很期待耶。比较紧张是磨脚，因为我怕会痛。哇，谢谢姐姐贴心，因为我先穿裙子。哦，会痒。这样可以吗？可以。哦，还有我呀。你帮你刮干净。好。姐姐，这固定多久要磨一次啊？一个月，我一个月要磨一次。有点去角质的感觉，等一下嫩嫩的白白。角质，好脏的感觉，对啊、都是我的脚的角质。这是什么？这是你的大拇指的小蛋嘎、小蛋嘎是什么？蛋嘎或怎样？蛋嘎这里。进里面肉了，会跑进去肉里面。对对，里面有茧，你不会茧，它会越来越弄进去，它很深，在你以后会更严重。我想把都有保养起来，因为刚做去角质，然后脚的保养，所以现在是有包上一层保鲜膜。楼上听到不寻常的声音，感觉是老板在哀嚎。哎，刚刚都是你的尖叫声哎！老娃，老娃是什么？老娃就是好痛，老娃，老娃，姓赵，姓赵是你好，姓赵、哦，咱们是谢谢，我爱你是什么？我爱你，你还有知道我爱你？你在楼上在干嘛？为什么要说这句啊？有嫩吗？有嫩吗？有嫩有嫩，北泡泡又咪咪，短腰短腰哦。哎呦有哦，看看哎呦，不错不错，下次见，感恩，感恩你，感恩。刚刚已经做完了越南美甲，哎，非常的不错，而且越南小姐姐都很认真，阿姨也超认真在帮忙去角质的。你刚刚的声音很大声，哦，楼下都听到了。好痛哦，他那个力道你知道吗？真的是按到那个心坎里。我爱哇，好痛！很认真在按。他不要觉得那种是印度越南人开的店就是不认真，他们其实都很认真，而且你那才800耶，对啊，很便宜呀、啊。好啦好啦，那我们现在呢，第三个要去的地方呢，就是要去喝蛇汤。土龙是什么？土龙现在没有了。好、哦，现在没有。对，套餐蛇血蛇肚。我靠，这个，这好吃吗？好吃啊，当然好吃、啊。真的假的啦？真的。我没吃过呢。不要炒蛇肉。你要炒蛇还是咸酥？那个咸酥蛇皮好了。OK。好。哎、欸，怎么看起来就？看起来很正常，对啊，看起来很香，看起来很正常。这吃下去你就感觉就很像在喝药炖排骨一样。你有吃过哈？我有吃过。怎样？没感觉。对啊，其实就是药炖的味道，对不对？你会有个想象，会有想象，你不能想有蛇。等一下，喝得很胆战心惊，有一个过不去的坎。有这么夸张？就我没办法一口把它全部喝掉。好。但汤的味道，你形容一下。就是药炖排骨，这个汤如果今天是放什么猪骨啊、牛骨这种，我都觉得好喝，都可以，鸡什么味都可以。放蛇，我真的。来，各位，马上就要来试一下我们蛇肉了。好吃吗？就像很像在吃鱼汤。肉是嫩的吗？肉是软的。软嫩的。
会有一个蛇的想象吗？没有，很像鱼汤。而且我觉得主要是呢，它蛇皮去掉了，所以你不会觉得很可怕。真的哦。可以啊，可以。很恐怖哎。鱼肉。是好吃的哦，没什么特别味道。我再泡一下，好。真的就鱼肉。啊，等一下，它很软，很软哎。对啊，就鱼肉啊，鱼肉感。对不对？鱼肉是鱼肉。我觉得比鱼肉还要再更硬一点。对，它是在鱼肉跟鸡肉之间。对，它没有到鱼肉那么嫩，就是鱼肉可能放进去就会直接化开，但它不会，因为它已经被中药给浸泡到那个肉已经没有什么怪味或腥味了，所以其实如果你不要说它是蛇肉的话，我是吃不出来，我顶多觉得它是不是鸡的脖子，口感我觉得也算 OK 不错，然后重点是它汤好喝，所以我觉得光喝汤我绝对喝得下去。对。最难的那个坎就是在你要咬下去的那一瞬间，你碰到它的那个肉的时候，你想象一只蛇，你就觉得哇，不行。我们就是要吃完再跟你讲它是什么。对，我们的第二道来了，也是我们的最后一道，这个就看得出蛇的皮了，很像那种咸酥鸡的感觉，旁边还有炸九层塔，其实是蛮香的。它旁边还有这个椒盐。哎，对，沾一下。哎，很酥脆的。有。好吃吗？你把外面那个炸的，就是黄色那个炸的皮吃掉之后，再就是蛇皮的口感。你不愿意吃，但是它咬不好咬断。啊？它不好咬断，它会挤咬。好吃哦，好。我觉得它在吃饼干。但是我觉得重点是不咸。哦，对不对？没有味道。对，它比较没味。可是我觉得我反而比较没有怕它哎。没有怕它吗？就是它的口感在啊，你不怕那个口感。我觉得肉的口感比较恐怖哎。是吗？可是肉我都觉得就是肉。对，可是我觉得咸酥鸡起码不会恐怖。大家如果下次想来尝试，可以点吃。好，我们吃完再跟大家分享哦。好，就先这样。吃完了。哇，哎，刚刚那个蛇皮，幸好我没有把它吃完。那个一盘500。很贵，吃了两口才有叫我吃，但是呢，我越吃越胖。幸好我们现在已经解决吃完了，但是既然都已经来华西街，我要去前面买那个果汁。华西街榛果，好喝哦。他杀爱店，也是我的爱店，喝一杯吧。这些真的好喝啦，大家你看，它芒果够很多哎。哇，而且是我的。对啊。诺里加。好喝，接下来呢，第四间我们要去的呢，就是 Rosa 月式洗发，一起去试试看，走 ，Go。到了前面这边，月式洗发 Rosa， Rosa 好像是蛮有名的一家店，然后它在二楼，我们现在呢直接上去。毕竟刚刚头发整个现在已经淋到有点油了，确实是蛮值得再洗一下头。没有，两位有吗？两位。好，我在那边请坐。哎，好哦。压力好大哦。对啊，很紧张哎。不是，我刚好先查过了，这一点很红哎，他那个评分数是几千折。我没有来过。那我介绍一下啊，好，我们有四个套餐，套餐是我们越南套餐，对，有按脸、按头、按肩颈跟按手脚，然后剪指甲、套耳朵，好，帮你修眉毛、刮胡子，好，然后洗头洗脸，好，是我们越南套餐。大部分客人第一次来都选 A 套餐。好，那我跟他都选这个。好的。然后因为我刚刚有去脚去脚趾，所以我洗脚去脚趾不用，然后手脚剪指甲我也不用。要换帮你多按摩一点。好。对，时间也是90分钟。要90分钟。对呀。好，可以。那我们两个都这个。那先帮我买单一下。好，谢谢。我去买单。我想来给他看我们的包包。
面可以放的东西很多，手机啊，然后这个行动电源，然后这个小钱包都可以放。来，我先去结账。哇，很酷哎，好高级的感觉。好，你的结账放进去啊。哦，十万可以吗？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蛮酷的，我觉得下午来还不错，下午来人比较少，我有压力。我跟那个老板一起第一次来这种月式按摩，很赞哦！而且重点是他今天已经按过一次，他现在按第二次，蛮爽的，一天按两次。我等一下想要体验的就是他那个洗头，然后会喷这个水在这边，感觉蛮舒服的。来给大家看，现在呢就是要换上这个浴衣，这样子，然后头发要放下来，因为好像等一下会洗头嘛。你指甲就剪短了，指甲不用干脚。对，指甲跟脚趾甲都不用。好，那你要修眉毛吗？欸，感觉要欸。好，我要先帮你修一下。好。简单修，因为刚好今天没有画眉毛，所以修完这个就是我的本人素颜一样，因为我是有眉毛的人。好，然后现在呢要掏耳朵。最喜欢被掏耳朵了。我就觉得很酷，眼睛帮我立起来。好，叫是怎样？我看我朋友影片，他一直在尖叫，很舒服。小吴一直尖叫。对呀，水温一点就很舒服，真的太舒服了。我决定要享受，等一下大家待会见。他刚刚连手跟脚都有帮我擦，我根本就是来被洗澡的。都洗干净啊！有洗很干净。我们已经做完了，刚刚一个半小时，真的是超赞，很赞。要不是因为我在拍摄，我真的会睡着。对，我是有真的有睡着，它完全是那个会找到你那个筋的位置啊，酸会痛的地方帮你拉紧，然后帮你按，哦，超舒服，超级舒服。而且我跟你讲，它连我的四肢都帮我洗，然后帮我擦。对，这很适合坐月子的妈妈，因为坐月子妈妈就是很累，或者是可能家里面就是如果老人家有的时候没有办法有人帮他擦的话，这个真的是服务到你就像是个废物。对。我刚真的觉得我是个废物，我全身他就帮我一直帮我弄好。我想他洗到这一块嘛，就是他连这边都有洗，背这边也有。他不是一般传统你去什么泰式按摩那种，完全不是，对，非常舒服，还有一些技巧。这个真的很赞，我人生第一次体验，这个我下次还想来。然后刚女生出来之后，他会帮你吹头发，对，然后帮你顺头发，哇，一整套的，对，就是很亲切。好了，我们现在呢就是赶快先去拿东西，我们要去第五个地方了。对，好， okay, 先这样子。Go, go. 我们刚刚呢在楼上真的超级爽的，一个人1500，90分钟，我个人大推，真的是来的大开眼界。真的，我也是大推。你看我们在台湾活那么多年，没错，不敢踏进这种店，是你进去之后，真的是刷新你原本的那种刻板印象。没错，今天本日最后一个，我从来没有体验过，但我身边很多朋友都有去过的地方。对，我跟你讲，真的越式跳台式，真是最台式的，超级台式，其他国家都没有。没错，我们要去钓虾。去之前。
前呢，再给大家 take 看一下我们的包包，包包超级可爱。然后呢，我包包里面真的是空间非常的大，我们到时候呢会一一跟大家分享这个空间的容量部分。好，我先喝个水。好，那我们现在呢就要出发去士林咯， go go go， 最后一间。好，我们现在呢来至善钓虾场钓虾，好酷哦，第一次来耶，这好久没看到的饮料，有这个耶。好，然后一小时就可以了。OK 呀，好。好，这边有价目表。然后它是这种一般的鹅，就是其他它这边有不同的鹅可以买了，但没关系，我们可以先用这个试试。用这个。好，那这样一个奖是不是？对对。你给我。好。老板，你要教他一下吗？啊，好啊。他没有钓过虾。我找一个最厉害的。最厉害的是不是？好。好。他要在这一小时内至少钓到一只虾。老板，你觉得他可以吗？啊，一只哦。对。如果不够，我补你三只。老板怎么这么好？但他要有，他要有钓起来的那个画面。画面真的。他要有钓起来的画面。或者是你给我。对对对。没错，我们作弊，让我自己钓到。好。哇，不会，我加油，真好。现在呢，在量那个浮标，就是因为那个浮标的高度要调到对的位置，这样它吃饵的时候浮标才会沉下去。你很专业。对对对对，所以你浮标没有调好的话，它咬饵你不知道，对吧？老板，我讲的是对的吧？两个都顶底是吗？对，到底。对了，他在讲要怎么，他要再讲要怎么量啊？好，那个杯。手动这样子走一点。好，再来就是无聊的时刻，就是等。等。没关系，老板，剩下后面的我可以教他了。好呀。好。谢谢。来喝饮料的。对，那你要。好，要。等我。好，他给我走。很忙，我先去拿网。我真的太悠闲了，不行。钓虾就是这么无聊啊！那钓虾真的是要跟好朋友一起来聊天。没错，就是坐在那边，然后红花场地聊聊天，看着那个浮标。好，这我们就等。好。因为像这种鹅，它是虾米，所以它很可能没有弄得很高，它就会自己飘走。哦，原来是要这样子用哦。对。好酷哦！来啦，现在嘞是7:54，八点半前的钓。我直接旁边直接买双，就觉得它有在动啊！你看，它是有在动，它是水波在动啊，没有在动哦。你看那个橘色的圆下去，大概浮标我们只剩绿色啊，再咬深一点，是可能整个浮标沉下去，那个才是在吃的，懂吗？哦，有哦。你用啊！你不能在那里，小力一点，不是，没有，不是，你太快了啦，你不能直接。你有拍到吗？你有拍到没有吗？你不能直接拉起来。好，对不起，不能直接拉起来。哦哟，再次啊！好了，等一下换我。果然是有来钓过的哦。不要给你拍，它不会动了。因为我这样过去，它不会动。有大力很大力，好，你把它放着。好强哦！没有，你要一直演戏。有，我们有画面，有某画面了。再一次。来吃这个刚刚钓的虾子，哇，好烫哦！究竟我们在这里怕把这个剥？快！很甜哎，好烫哦，很好吃哎。对啊，它都有那个虾酱哎。
好吃，继续吃。大家，我终于回来了。跟大家分享，这一次呢，其实拍的这一支影片，我太喜欢这一次的主题了。然后这一次的主题呢，刚好也搭配了我本次跟 Robin Man 一起联名的包包。大家应该在影片的过程中，应该都有看到我，就是不定时会露出吧。那我现在呢，想要来一一跟大家分享这两款包，我自己很喜欢，然后也想要跟你们分享它的一些功能。第一款包是这个，这个呢是我跟 Robin Man 联名的 Circle Key， 然后有三个颜色，分别是黑色，然后咖啡色跟这个绿色。它的价格呢是2180元，可是我跟你们说，它的质感真的超级好的。我在拿到它实体的时候，我真的爱到不行耶。三个颜色你要我选出最爱，我真的选不出来，因为都很好搭配，然后穿搭的时候或者是日常啊，你想要去上班啊什么之类的，我都觉得它太适合了。然后呢，这个呢它是帆布材质的拼接设计，所以呢它这一块其实是帆布，然后旁边这个拼接，我觉得是挑选的这些颜色呢真的都是为了让大家可以很好搭。然后呢再来是它是一体成型的小包款，那它的这个背带呢是可以调整的。我现在的这个背带呢是调到的就是最短，我很喜欢它的点呢，第一是它的容量其实算蛮大的，就是可以装的东西很多，行动电源啊、卡夹、手机，你想要再多放一个耳机其实都可以，周末约会或者是平常上班都非常的适合。然后再来呢是这一次我们就是旁边有搭了一个这个小包，这个呢除了放零钱之外呢，其实你也可以放你的耳机，我觉得蛮方便的。因为它其实外观看起来就是小而巧，你看它里面的容量真的非常的大，可以装的东西也很多，所以大家不用担心说买了它会不会是那种小废包，我跟你说不会。而且因为它颜色也非常的好搭配，我真的拍了好多好多照片都想跟你们分享。对，就是这一系列第一款我自己个人大推，超级喜欢。我真的是近期就是出门我几乎都会带着他们，因为太喜欢了。然后黑色真的就是百搭，黑色超级好搭配的。这个颜色呢我觉得应该是女生最喜欢的吧，就是咖啡色。咖啡色你只要是那种喜欢穿大地色衣服的女生绝对不会踩雷，它就是万年不败的色系。但是呢本次其实我自己个人非常喜欢的是这个绿色，它是有点墨绿色，所以不会让你觉得看起来好像蛮中性的感觉。对，这个我也超爱。然后呢再来就是另外一款背包，我们背包呢也是一样出了三个颜色。这个黑色是基本款，大家看得出来这我平常都在背它吧，因为我旁边就是有吊了一些我喜欢的吊饰，这是黑色。然后呢这个奶茶杏，我觉得奶茶杏非常的女孩子欸，非常的少女，这个颜色其实就蛮适合你，可能一些单品都是比较偏浅色系的，就很适合背这个，因为它会有一种温柔柔柔的感觉。然后再来呢是这个深灰色，深灰色也是超级好看，我觉得它肉眼看会有一点点灰偏绿，可是呢镜头看的话感觉应该是比较偏深灰一点。那这一系列呢是2380 2380，我跟你讲它真的是非常的好装东西，因为这个呢平常已经就是被我装到一个超级满，它现在很重，我就拿一个新的跟你们分享。第一呢是它是防泼水的尼龙材质，所以像最近就是很常下雨嘛，我背出去完全不用怕淋湿，然后有时候不小心被水泼到我也不会担心说啊晚了好像会弄脏，因为就是这个是比较不容易脏的材质。第一点我觉得它非常的耐用，而且呢它里面是可以放13寸的笔电，然后呢它也可以放 pad， 所以我觉得学生就很适合，资料夹也可以放，它真的是功能非常多。然后侧面这边呢就是有两个小口袋，这个口袋呢可以放小瓶的水，或者是你有小水壶的话它侧面其实是可以放的，然后呢也可以让你放雨伞。那再来呢是这边，它这边的前面也有一个口袋，我通常会把它拿来就是可能装我的小零钱包啊，或者是可能是我的手机什么的，我就把它放在这里面。它里面长这个样子，对，这边也可以让你放东西耶，很赞。然后呢它后面这边呢还有一个内袋，有的时候出国你就很担心自己护照就是可能乱丢会找不到，哎、欸，你把它放在这后面超级安全，你想要放什么证件啊有的没的比较私密的东西你都可以放在这里面，它这边有个夹层。然后呢下面这边你看你可以放悠游卡，对不对？我们这边呢真的是我觉得能装的东西真的算很多。然后再来呢是它的这个背带呢也是尼龙同色的，然后再来呢给大家看它这里面的容量。首先第一呢是它这个呢是磁吸扣的，然后呢你如果想要把你的包包就是收紧的话，你看它这个它可以让你这样子收缩，这样把它收紧，
我觉得就很赞。然后呢，再来是它里面的空间，我跟你们说真的很大，它里面的空间你能装的东西真的非常的多，然后它里面就是也都会有一些暗袋，所以你能够放的东西真的很多，我里面东西真的是多到一个不行。你们看，本身这个包呢它是轻的，所以呢你再装多一点东西进去啊，装书什么之类的，它都只会是你多装进去东西的重量。本身这个包呢它是轻的，我们的 Circle Door 呢是又轻，然后呢又很多空间，然后可以让大家装好装满。反正应该是我历年以来联名里面我心目中前三名，我真的超爱超爱我这一次的联名，然后我也觉得真的好好看，会一直想背的包包，我真的太喜欢了，跟你们分享。然后我跟你们说，现在的流行呢，就是你买了一款这种包啊，你旁边就可以就是学我吊一些小吊饰，我跟你讲超级时尚，现在大家都这样子。对，就分享给大家，就是很开心这一次呢，就是终于我们大概策划了大概一年吧，我从去年的大概这时候开始一路跟他们开会，然后讨论，然后选材质啊，选颜色啊，真的弄一堆，真的弄了一年，终于可以跟大家好好分享了。也希望呢，就是这一系列的这两款包包，就是大家都会喜欢，然后就是去购买的话，也可以跟我分享心得。如果你有买的人，可以 tag 我，然后呢让我知道。希望你们会喜欢，因为我真的太爱了。我不知道你们看完这支影片，我觉得我真的很爱这个包。那最后呢，大家如果想要去买这一次的 Circle Key 跟 Circle Door 的话呢，都可以到下方的连结资讯栏呢去点选，然后进去里面就可以搜寻到阿元这一次跟 Robin Man 联名的包包了。如果呢你们喜欢哪一个颜色，也可以留言告诉我，让我知道。那以上就是今天这一支影片，希望你们会喜欢，喜欢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那我们就下一支影片见喽，拜拜。